下午带小孩出来逛逛，你看他特别喜欢逛街，在逛街什么都没事啊，看看这边上。这个楼有意思哈，这个楼你看，方方正正的玻璃一栋楼，这是玻璃啥都没有。到处逛逛，这边上就是车子多，而且人不多，啊，这个楼有意思。LA Fitness